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ze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家庭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多元文化下的微歧视。这个时代呢，没有了世界大战，冲突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啊，美国费城地铁上呢发生了一起由于种族歧视引起的暴力事件。这里呢有四名女学生啊曾多次无端凌霸几个华裔学生。听说这几个华裔学生呢因为被打过呢害怕对方的报复。所以呢他们不敢反击。在这一次的地铁中呢一个华裔女生一个高中女生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挺身而出但是呢遭到了围攻。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以后引起了网络哗然。后来根据警方的报道呢说这四名施暴者其实未满17岁但是呢他们也将面临包括种族恐吓和恶性攻击等多项指控。类似这样的事件因为性质恶劣比较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然而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里面却有一种歧视是一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最近美国的校园越来越多的人都提到了一个名词叫 microaggression, 中文意思就是这个微歧视。他们不是生死攸关的冲突甚至也没有打斗只是言语上的冒犯很难被及时的发现或者制止。甚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如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可能会出现好心说错话好心办错事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甚至自己被伤害到可能也不自知。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Helen Lee, 她呢是一位妈妈同时呢她有一个非常可爱聪明的女儿女儿和妈妈呢经常呢他们参与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多元文化啊包括这个多元文化下的微歧视的这种活动中。这里我们就请 Helen 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Helen, 你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好，谢谢 Lisa。大家好，我因为经常 travel, 现在是过了凌晨了哈，希望能够以最佳的状态，同时也把我们的系列节目能够jumpstart the good beginning, 一个很好的一个 summer 的开端。我是 Helen G. Lee, 中文名是李吉，我在亚洲和欧洲的学校做了一段时间的教研工作。那在北美这边加拿大和美国这边有教过书，在美国的公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以及 charter school, 有从事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 teaching, 多元化的一个 coaching 和 teaching, 还有中间也教过中文。那我有一本书叫做 The Stories of an Only Child's Mom from China to America, it's on Amazon.com。就是讲到了一些移民家庭的故事哈，从the perspective of mother and daughter。那还有一首歌是和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教授 Jenny 一起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录制的，叫《朋友》。那这首歌呢是很久之前哈录制的。那现在我们在听过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 inclusive 的一个 music piece。可以就是把东西文化的一些 disagreement 和两边的心声都能够唱出来哈。那我七岁的女儿Lily Lina 有一首诗歌是叫 The Shape of Peace, Love and Unity, 爱和和平的这首诗歌。那这个也是 contributed to the inclusive social justice 和 environmental health一个 effort。 那我其实在欧洲和亚洲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观察到了当地的
The Local Ecosystem for Education Environment， 它的 Inclusion 和 Diversity 的一些观察。那在北美其实在疫情之前哈，和这些events happen 之前，我也观察到实际上就是在很久之前歧视和微歧视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有一些家庭和孩子他们会 you know, easily let go。 所以我后来更多的时间呢就从事在consulting 方的，就是比如说在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给大学第一年的教授做一些培训，怎么样更好的教好国际学生，怎么样国际学生让国际学生更容易被理解。然后之后的工作的一些重点也转移到了很多和 journalism 相关的，就比如说采访，还有做 freelance writing 给主流社会的报刊还有杂志 contribute 一些 article， 那讲到的也是和 inclusive social justice 和 environmental health 相关的。那我先生他之前在和平队哈做过教育工作和 teaching assignment 在 Central Asia， 在中亚哈，所以我们家庭是非常 diverse， 那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似的，有大概八个血种包括匈牙利、波兰、犹太、中国，还有奥地利和德国、英国等。所以我自己比较 aware of 这个 language diversity， 还有 race diversity， 同时还有 generation diversity 和linguistic， we call multilingual、multiracial 和 multigenerational， 就还有年龄方面的 diversity。所以有很多很多 you know small aspect of how we define diversity。那感谢您给大家做的这个自我介绍哈。那么根据您的这个研究的领域，您专长的这个领域，我想请问您，在这个歧视和微歧视，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歧视、微歧视呢？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现在还是在研究过程中，因为像很极端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到原因，对吧？有时候原因并不是很快就能够出现。那在做这个 investigation 的时候，就是从极端的这个事件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他们要定义这个事件是不是歧视事件，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那他要看是不是因为你的种族，是不是因为你 you know where you come from， 或者是你的由于这个种族的一些特性，然后定义了这个事件的爆发的原因和过程和结果。那在就是有暴力的这个性质的极端事件上的话，那警察哈，这个 legal system 和那个和 court 他们要 decide you know if it's a hate crime 还是一个 race related issue， 其实是是一个很 difficult 的 task， 有时候因为它还有很多 aspect， 所以还有 political you know aspect too， 所以很多时候是不好定义的。那如果从微歧视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到达暴力和极端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我们也是要做一个observation， 就是观察这个是是不是和其他人的对待是不同等的。如果是不同等的话，那就是 part of microaggression。我自己哈也有经历过，就是 direct 和 indirect， 直接和不直接的discrimination 和 unfair treatment。 那作为 the victim of bias， 就是不平等待遇的一个 victim 哈，就受害者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说要看他的 pattern。 如果他有一个 pattern， 就是一个系列的事件的话，而且这系列的事件的话是挺相似的哈，都是和就是其他的人的待遇不太一样的时候，那可以叫做 microaggression。 就是 so far 有些 research 主要是按照他的那个系列的一个事件的那个
相似点来说的哈，这个讲起来有点抽象，但实际上，比如说，如果在学校里面，孩子他们在 playground 玩的时候哈，一个孩子突然跟一个中国的孩子说，哦 ，you know the virus come from China, go back to China。那这个就是非常direct 很直接的哈，就是一个comment 对吧，他没有一个暴力的倾向或者是一个威胁，但是他的确是从语言上面直接针对这个中国亚裔，然后直接针对这个事件，这个新冠病毒是从中国过来的，他自己的一个 accusation。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就是比较直接的哈，但如果是在教室里面，老师哈，如果比如说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在对待一个中国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的话，这个可能就没有像在 playground 那么直接哈，他可能会就是就是不会和对其他白人学生或者其他种族的学生那样那么耐心，或者是他不会去花时间来沟通来了解你，然后他自己可能会很快的下一个结论，根据他自己对你的判断，但并不是跟你的沟通的过程中的一个了解的判断，而是他自己的他的那个假设啊，他的 assumption 来判断你说的这个话和excuse me Thank you。 和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impact， 就是他不会在跟你沟通的过程中通过对你的了解下的结论，而是自己的假设做的一个对你的了解的一个结论，但并不是和你直接沟通的。但如果是其他的学生的话，这个老师他可能会问问题，或者是直接间接的来了解这个家庭，而不是很快的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做一个结论。对，这只是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但这个例子同时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其实很常见哈。我自己就其实亲眼和亲身也经历过，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如果有些白人老师哈，他觉得麻烦的话，他首先他不是你，他也不了解亚洲文化，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people don't trust what they don't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don't trust， right？ 如果他不信任的话，他就不会去理解，对吧？那怎么样让people don't trust what they don't understand， 就是他如果不理解的话，他就不会信任，对吧？那怎么让他们来理解呢？那就要通过 education。 那有时候可能这个 education， 比如说老师的教师的培训，可能是很 temporary 很短暂的哈，他不会就是说有一些 lasting effect， 他可能是临时就是有一个抱佛脚的一个效果，他不会就是说从骨子里面让这个白人老师一下子就理解这个家庭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说话，还有做事情的不同点，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天天都在校园里面发生，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policy 很重要，就怎么样在这个 recruiting， 就是那个人事部他应该从最开始就要多请一些能够讲多种语言的 native speaker 的一些老师，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了解和理解在学校里面的不同背景的学生和家长，而不仅仅是通过教师的培训来临时的you know understand the family， 而是从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文化价值观的一个角度来 hire you know a teacher from that country， 比如说来雇佣一个从中国过来的老师，但不是在这边出生的中 ABC， yeah， that's very important。 那还有就是 curriculum， 还有就是教材，然后第三个才是教师培训。教师培训完全就是一个 band-aid， 就是一个创口贴式的。对，那照您这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微歧视和歧视之间呢，它一个是它的程度，还有一个它的显见度。就是说歧视呢，一般
比如程度比较 严重啊，容易上升到比如说甚至连司法机构都要介入的这个状态里面。但是微歧视呢，可能是不但是制造微歧视的这个人他本身自己可能没有这个意识，甚至被微歧视了的孩子或者人可能感觉到了不舒服，但是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歧视。比如说我这里有个例子哈，比如说咱们我听到周围的一些小孩呢喜欢说，就是咱们这个亚洲小孩啊数学比较强啊，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现象，它并不是真的代表这样。但是呢当你说哎你是个亚洲小孩你就应该数学很好，这个其实如果这小孩本身数学很好呢他可能会很自豪。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小孩不管是什么种族他都有自己的强项，是吧？当他的数学并不是那么强的时候，他其实在内心里面他其实是感受到了一种伤害。因为我擅长的是比如说音乐啊，别的什么别的科目啊，体育啊，但是你就因为我是这个亚裔孩子你就说我必须要数学好，那我就会觉得很没面子，或者甚至在内心里面产生一种自卑，为什么我作为一个亚裔孩子我的数学会那么差，是吧？那这可能其实这种歧视可能就发生在自己的家庭里面，或者说自己的周围的同学小朋友之间都会有类似产生的这个，但是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一种微歧视，对吧？对，他就是把这个作为好像是亚洲的一个优点，是吧？或者是亚洲学生的一个优点，但是没有突出个性，就是学生他自己愿不愿意在这个方面 excel。 对，那从您的角度来说呢，像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好像这种事情呢它不是说特别，用咱们的话说不是那种特别有伤大雅，或者说特别让你觉得内心很伤害，但是这样的例子如果一旦堆积起来的话，咱们就说这个积液成球啊，积沙成塔，是吧？积水这个水滴石穿，就一个微小的这个歧视，一种伤害，如果不断的去发生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寻求帮助，或者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伤害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觉得，比如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哎呀，你不要那么玻璃心嘛，这个有什么关系嘛，对吧？可能就自己不但没有意识到，可能还觉得是自己错了。那在这里的时候，从您的角度来说，您给这些孩子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说他应该怎么样做可以避免，或者说家长应该怎么做，或者学校是不是有学校的体制在这方面能够减少或者避免这种在无意识之间产生的一个微歧视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后果？对，学校和家庭的 partnership 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说我在建议学校在定 budget 的时候，就是他那个 funding， 就学校他每年他会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要拨资多少钱给教材，多少钱给雇佣新的不同元多元文化的老师。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 resource 和资源花在了解这个家庭，不同的家庭的一个基础上面。因为很多时候误解它如果过了的话呢，那就会让人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有一些人他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有时候他就算歧视了他还就觉得好像最好是不要 admit， 就是说最好是不要承认了，这样子的话对以后和老师的关系不好，对吧？以后孩子还在这边上学时间还长着呢，就实际上就是一种忍让。但这种忍让呢，它的这个恶性循环就的确是很大的。因为首先孩子他在学校的时候和老师的 interaction 和交流家长没有看到，但是家长呢又出于对老师的敬畏哈，因为我们中国家庭尤其是不会说是 doubt 去 second guess the teacher，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如果家长没有及时站出来的话，孩子以后的心灵的伤害会更大，而且他会觉得哦，可能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对待。那以后他在离开学校以后哈，如果在社会上面遇到同样的情形，他就会同时又忍让，对吧？那有时候就会在被欺负了以后
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家长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埋下一些以后的一些一些阴影。那谁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会爆发呢？对吧？所以学校应该 get to know the family， 就是要花很多 resource 去 get to know， 来了解真正的去 communicate 交流和了解家庭，比如说家访，对吧？你看中国它都会有家访，然后对，我觉得家访来说是美国的学校真的是需要学的，因为这样子你可以不仅仅只是了解这个孩子，还了解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吧？父母，那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时候整个家族一家三代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个是和美国的家庭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要了解这个 collective wisdom， 就是在亚洲家庭里面他们是怎么样来 educate 这个孩子的。他不仅仅只是来回接送的那个家长，还有很多其他的成人在一起来让这个孩子体会到爱，和让这个孩子体会到support。 那这些家庭成员都是应该让就是学校都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个孩子是在一个这个 family village 长大的，还有他的叔叔舅舅，然后这些 relative， 而不仅仅只是看着这个孩子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 isolated individual。 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强调个人主义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对孩子家庭和教师的一些 support 的情况下都是比较 individualized。所以比如说开多一些家庭的一些family form 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像那个聚餐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就从一个很 indirect 的一个层面来了解的家庭。对，尤其是在每一个班里面哈，就是老师他领导的那个班，我觉得对开展这些活动会更加容易一些。但是因为在美国的学校的老师压力也蛮大的，也没有这个时间哈，他总是要按照学校的这个 quote， 尤其是公立学校他们的目标来去开展和安排他们的时间，所以基本上这个可能性很小。所以学校他要出面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get to know your family，怎么样从金钱上面来 support， 从对教师的一个 support 来 support 这个parent 和 school family school 的 partnership。 那之前我们还提到了教师的培训，这个真的是非常短暂的一个 band-aid， 它可以就是说在已经工作的学校的这些老师哈，给他们一个 education 是可行的，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雇佣和这些家庭孩子背景相似的老师而不是仅仅是在这边出生的亚裔面孔的老师。对，这个是很大一个区别。那还有就是教材的话要包括AAPI 的一些 material， 然后包括不同的种族的文化的 story struggles and strength。 我说 story struggles and strength 就是故事和他们的优势和他们的一些 uniqueness， 就是特别的地方都应该在教材里面能够体现出来，这样子学生和老师他们能够同一起来学习。这个也是有很多州现在在 petition 的一个 bill。那 Illinois 州，在芝加哥在的那个州是第一个州哈，就 pass 的那个anti-racism in education 的一个 bill。 就第二个 New Jersey 也 pass 的，现在麻州也是在一个 process 的过程中。那有好几个 organization 也在和学校里面进行一些合作哈，一些 partner， 比如说 Quarry 啊，我在的那个作为我在的那个董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还有 CARE 也是就是 Anti-Racism Education。 那同时还有 APAPA， 还有很多就是东西海岸，包括 Chinese Heritage Foundation， Chinese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还有FacePaint Project Inc。 我在
FacePaint Project Inc. 现在主要是给他们做 directing 那个 curriculum， 就是怎么样把 anti-bullying 和 anti-discrimination 的一些书和文章，还有一些电影，包括可能够汇集在公立学校的那个教材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anti-bullying 就是反欺凌哈，那反欺凌就是和反歧视其实是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畴的。那有时候小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了哈，那有时候加剧了以后就实际上也就是被歧视了哈，他说的话重一点的话， 对，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因为这个会欺负人的人他会 escalate， 就是他会变本加厉，如果你不 fight back 的话。对，所以您说到的这个如果不发声不采取行动的话，就会对后面的后果可能会变得愈发严重。那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收听广告，稍后回来，谢谢。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go ahead. OK, 那我们刚才 Helen 给大家有介绍了歧视和微歧视会给人造成的这种危害，那如果不采取合适的行动呢也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我这里有一组调查数据呢，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项研究表明，经历过歧视的年轻人呢，会出现那种短期或者长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里做了一项调查，就是对针对1834人做了一个健康数据的调查，他们的年龄呢就在18岁到28岁之间。通过了这个调查研究以后呢，93%的人啊都说自己经历过了歧视，而受到歧视的因素呢有这个年龄啊、外貌呀、性别还有种族。那这种结果表明，如果频繁的遭遇到歧视比如说每个月有几次或者更多，那么这些参与调查者他被诊断出来罹患精神病的这个可能性比正常的情况下呢大约要高出了20%，而且发生严重心理困扰的这个可能性相比较那些没有经历过歧视的人呢他的这个可能性是高于2倍的。在10年期间里面如果连续多年高频的
遭受到歧视的年轻人，他会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精神疾病、心理困扰、吸毒，整体的这个健康状况都会恶化，这样的一个风险听起来还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想请这个 Helen 再给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对策来防止自己遭受到这种频繁的歧视，怎么样有效的自助。Helen， 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对，我们上次在电话里有谈过哈，就是这个 protection 和预防和 prevention 和 protection。 那的确现在在校区和从这个教育大环境来说，的确是非常多的这个隐患哈，从枪支方面啊，还有就是这都是极端的一些暴力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从microaggression 的角度来说，就是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 mental health and also the dignity 所以尊严和精神健康哈。那我觉得从极端的角度来说，预防和保护的话，就是当然现在的确是有一些华人他们都说自己家里面最好有武器，但这个都是比较 extreme 的 case， 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有一个awareness being alert， 就是比较警惕一些，就是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大家就是尽量的 aware of your surrounding， 就知道你的环境，你在的环境和你身边的人哈，就多一个心眼，就多 be mindful， 就是比较 be present， 就是注意观察吧，注意 alert， 就是给自己随时提醒一下你在的环境，然后你手机尽量都有电哈，多带一个充电宝，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 communication 随时都会需要，有时候这个越早越好，对吧？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的话，还有就是当遇到了这些极端的事情的时候，要迅速的 ask for help， 有时候可能像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比较 reserve， 不会说马上就去 ask for help， 但实际上在你觉得有时候不太对的时候哈，就算你 you know made a mistake， but 这个结果也不会说是是坏结果哈，只不过让人家知道哦 you feel like there's a need for help， 所以不要等到就是的确是非常明显啊，你要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再去寻求帮助，而是在前期的时候就 trust your intuition， 就相信你自己的那个直觉吧，然后同时也更加夸张一点没有关系，因为你如果觉得你的确是需要帮助的话，就算别人觉得好像有点夸大， so what you know you needed help better you know than late， 所以就是要放下面子，千万不要觉得好像难为情，尤其是在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treatment 的时候哈，尽量的在人多的地方吧，就是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尤其是对学生来说的，还有就是 self defense class 可以 take 一些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些课程哈，像现在孩子们他们都学到那个泰宽斗啊，还有那个空腹啊，还有 Japanese 的一些 martial arts， 我觉得都挺好的。这个自我防卫有时候真的是很 handy 哈，就万一遇到一些很极端的事情的话，那如果是 microaggression 的话，那就是要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school community，这包括 school committee principal 校长，还有校董，还有 superintendent， 就不要只是局限在和老师的一个沟通，要多和家长沟通，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其他学生也有经历过，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到 microaggression 的时候，我们用 discussion 的 group，
因为在 discussion 的时候，当你讲到了一些你自己亲身过的经历过的一些事件呢，其他的家长他可能会同时也有就是 similar 的 experience， 这样如果是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很就是比如说三个不同的中国家庭身上的话，那就是一个 pattern 的，对吧？它不仅只是事件的一个 pattern， 它还有就是针对的这个人种的一个 pattern， 对吧？你看像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讲到了 EEC， 就是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的这个 victim of bias， 我女儿就是我们在南边 South Shore 这个没有多少就是 diversity 很少华人的镇，当时我就提出来，我说我们应该 get to know all the families， 因为这些多元文化的家长都是资源呢，都是其实是给这些老师，给你们老师，我当时讲的很直接，给你们老师和校长就是一个很活鲜鲜的一个 education， 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去 get to know 的那个对象，对吧？这样也是你自己的一个 learning， 但当时就是没有很重视。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就是 multicultural 的 family council， 我当时说要有一个不同的那个多元文化的家长会，好，那他们也没有就是把这些家长会的信息把它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他只是提了一下，而且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来说，他们并没有就是说marketing to different you know network， 这样子所有的家长都会知道的，所以他们就比较 conservative， 他们就不会很 support multiculturalism。 那我们就要作为我们自己的 advocate， 要不然的话Who is going to speak up for you, right? 而且我们还要 be the voice of the voiceless， 想一想那些没有就是不能够讲英文的一些家长和老人，那他们如果受了委屈，或者是孩子们知道这些老人受了委屈，他们都没有地方可以发声的，所以我们就是要 be aware， 要有一个 support system， 就自己组建自己的 support system， 而不是去依赖就是学校他会怎么样来 help。 如果因为家长他们自己如果有一个support system 的话，这样学校和老师他们才会引起重视，他们你看都我们这都是 e-voting 来的，如果有足够的老师和家长他们重视这个事情的话，学校也会引起重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子的话以后更容易被欺负，尤其是孩子在回家了以后跟家长说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同学今天说了这句话，然后让我觉得很，他可能不会说他让我觉得好像受伤害，他可能就说这个同学他这么说了一句话，在这个 playground 就这么说了，那家长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他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跟孩子谈，你记得这个同学讲了什么吗？如果是老师的话，那更要那个重视，因为孩子一般来说他不会 second guess teacher， 但是他可能会跟家长在谈话不经意的时候讲到今天我们老师说了这句话，他可能不是说在怪老师的时候这样说的，他只是觉得就是说他说了这句话他可能心里不舒服，他只是想跟父母亲交流一下，但他没有把它当成一回很重要的事情讲，那这个 listener 就是父母亲在听的时候就一定要有 pay attention，然后把这些细节都问清楚，然后再跟老师沟通，这是我孩子今天讲的，然后看老师和孩子说的有没有出入，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的确是老师的错的话，那一定要跟老师直接沟通，并且让老师跟孩子道歉，因为在学前阶段哈，尤其是三到五岁的孩子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e-K kindergarten六岁，他们不会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不像 middle school 中学高中的孩子，他可以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概念，他可以就是和老师挑战，这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当时我孩子是大概五岁哈，他当时就是在那个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center 的时候就说，老师这个太 boring 了，太无聊了，这和我的年龄不相似，那他年龄小他这样说，老师就觉得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哈？但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他的那个 curriculum 的确是不适合那个年龄，然后我们提出要求要进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学那个班里面学习，但被拒绝了，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 refuse us, right? 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就是怎么样去考虑和想为什么，只不过就觉得好像那算了呗。但后来再反过来想的时候就觉得，哎，不对啊，如果是其他的家长的话，如果他们这样问的话，他肯定会让他们进去的。我们就可以还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家长是完全就是说和老师的关系非常好，有些白人家长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解释自己，他只要就是说一 show up, 他孩子就算他犯了错误，老师都不会去责备孩子和家庭。那如果是华人家庭有些什么的话，老师他一点点小事他都会纠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是 unequal treatment, OK? 这个不是孩子，对。对，所以说像您这样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就是有很好的意识，但是也是同样会受到一些就是困惑。那么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向您提出，那广告后我们再回来。OK。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那咱家咋赔这么少？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那么刚才Helen 啊给咱们的分享了，就说即便他这样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啊，还有这个很好的这个 awareness 意识，但是他的生活中也是会碰到一些就是说由于这种微歧视产生的困惑。那我这里呢有五个小的这种小评估的问题也请 Helen 给咱们做一个评估，就说这可能也是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些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孩子或者我甚至我们自己啊，在经历了微歧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面对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回应了这件事儿，我的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如果我回应了，这会不会激怒对方呢，引发更糟糕的一个高升级的冲突？还有第三个呢是，如果我回应了，这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咱们说了，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很近的关系里面，比如说老师和同学、师生之间、朋友之间或者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那么第四个是说，如果我不回应了，我会后悔没有表达自己的情绪吗？如果没有回应，会不会让对方意味着我的沉默就表明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行为？那么 Helen, 请你从您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以及您这个专业背景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困惑，应该怎么样来自我回答这些困惑呢？我们的确是很重视关系的一个文化哈，我们的那个背景，实际上这个关系哈真的是要从定义，那什么样的关系最重要？你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对吧？首先你要有一个 peace, 你要你自己和自己要能够合得来，对吧？然后你才能和家里的 close family 合得来。那在你自己和家人以及社区平和的这个情况下，你如果受到欺负的话呢，那你就要很客观的来分析，我如果speak up 的话，这样实际上是
首先尊重我自己的感受，对吧？那如果我的家人他爱我的话，真正爱我的话，和我的社区以及我的孩子的学校真的是很重视我的感受的话，我如果跟他们说了，他们是不会介意的。如果他们介意的话，那也许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个利益上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就算因为我发声了和因为我表达了我的心情和感受和我的想法受影响了，也不会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建立在一个完全就是 mutual trust 上面的。如果没有 mutual trust 的话，就算这个关系有了就是影响，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但如果是很重要的关系，如果因为你发了声和你讲了自己的想法和困惑的话，真正 care 和爱你的人是不会把它作为影响关系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家长换学校呢？因为那个学校不是属于他的，他因为这个学校的 decision maker 校长根本都不跟你没有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对吧？所以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情要换学校，但是有时候对你的孩子也许是最好的，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他觉得没有看到自己，然后总是被欺负的话，那他们不会走，那我们就那 学生 就只能换环境，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 inclusive self-social justice 就没有真正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必须要建立在平等，然后这个尊重呢又是必须是互相都理解的尊重，因为这个尊重的定义哈，不同的文化都不太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实际上尊重大的方向，对吧？我们尊重就是比较大的 topic， 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就是很小的尊重，比如说你在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不cut off， 不去中间插嘴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在我们的就是我在我的定义下来说，如果我讲话人家就是他听到了一部分，然后想在就那一个 topic 或者是就那一个 talking point 要跟我反馈的话，他就算打断了我也不会觉得他不尊重我，我只不过就觉得他可能有点急性子，他可能是想就是就我讲这个观点还没有完全讲完之前，他想跟我就是有一个互动，对吧？因为有时候的确是你全部讲完了以后，也许你就失去了那个在那个切入点的一个互动，也许有那个细节对那个人很重要，他也想听完，只不过他想就是说更明白那个细节而已。所以我会觉得没关系，但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这是 disrespect， you should have you know wait for me to finish my talk and then talk and say something。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尊重，对吧？但是有些人就掐得很重，你说 you know this is disrespectful he cut me off。 那我更重视的是大的尊重，对吧？就是你的那个principle， 你的原则，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道德，这个你要在这个尊重的范畴下，对吧？就如果不影响到价值观、道德和原则的话，我觉得所有的其他的尊重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来着？所以您这么说，就是给我的一个提示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要提高我们的这个意识 awareness，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敏感度，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个矫枉过正，有的时候就是过分的敏感了，就是把一些其实不必要去计较的也把它归入了一种比如说不礼貌呀，或者说甚至把它归入一种微歧视的这个范围，那这个就可能也就属于这个自我的这个庸人自扰那种感觉。就我听到一个故事呢，就说有一个华人哈来到了美国多年，他其实在这个美国的环境里面呢，他其实感觉的是很好，
但是有一次他到机场去 check in 的时候呢，这个工作人员呢可能不管是态度还是动作慢了一点，那他首先的反应呢就是说这一定是对我的歧视啊，但是他的朋友其实是不这么认为，因为将心比己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肤色啊、性别性格啊，因为对方他如果整天在那个环境里面工作，他可能疲倦了，他可能劳累了，他可能只是恰好碰到你的时候他可能显得不耐烦，那这个时候你因为联想到我在美国是这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所以他这么做一定是针对我的，你看前面是一个白人他都没这么做，到我他就这么做了，那这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属于这个过度敏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我们又缺乏足够的意识呢，可能不但是伤害别人，别人伤害到自己积累起来可能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这个意识，对吧？对对，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 balancing art， 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应，你怎么回应，然后你还得必须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它发生的这个大环境是怎么样的，可能它根本不是因为你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可能 had a bad day， so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不要马上的很敏感，如果这个事件或者是针对的对象是一个 pattern，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系列的话，那就是要值得重视，比如说这件事情 similar 相似的发生了三次同一个老师，那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应了，对吧？如果是一次两次，你就要就是通过了解这个人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如果他是真的是针对性的话，至少就是说我一般来说就是三次，如果这个人他就是说这个话他真的是intentional 下意识的讲了三次这样的话，而且都是和 you know race 相关的，那肯定就是 you know intentional discrimination， 对吧？如果他只是比较 compose， 就是他比较就是很 composer 的话，这个 personality 的人性格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是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他这样的性格也不会就是 excuse him from saying things that hurtful to you。 我最开始跟很多校区做培训的时候就说到这个 social justice， 它是在 preserve 就保护你的精神健康的前提，就是如果没有 inclusive social justice， 如果你没有就是让人觉得平等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健康的精神生活，因为你没有一个觉得被平等的对待了，那你怎么会觉得好像很愉快的和他相处，对不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 topic， 因为有时候每个人他性格、家庭背景、生活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定义对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回应之前，我们必须要跟就是所有的在现场的人都能够把那个定义讲一讲，就是 What's your definition of this? Mayb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your definition. 因为如果每个人对方定义不一样的话，那你讲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你看的同一个东西，你看同一个东西看的完全角度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会不一样。所以首先看是什么关系，然后定了关系以后，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吗？如果很重要的话，你还是要回应的，所以不要过于的担心会影响到关系，因为你如果现在不说的话，迟早以后还是要会说的。我当时就是因为担心关系，所以我没有在事发的时候马上说，但后来发现这样其实是 enable， 就是让欺负人和歧视人的人觉得这是可以应该的，是吧？允许的，对，然后他就会变本加厉。那到那个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ground， you know work to protect yourself。那个时候你就可能有点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趁早很重要，千万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有很多例子，还有家长，我当时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是说这个 Helen 给咱们分享了这个。一定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反馈
非常感谢 Helen 今天给咱们做客咱们的这个家庭栏目，给大家分享了非常丰富的一些例子以及他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增强自我意识的一个机会对今天咱们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系列的节目继续的说哈，因为一台节目肯定说不完，还有很多很多研究，还有很多案例，大家都可以以后在我们的这个 Anti-Racism in Education 的 Serial 系列节目再继续沟通哈，也可以跟我发那个邮件，就是 lilymomloveyou2@gmail.com lilymomloveyou2@gmail.com 或者是 Facebook Helen Lee， 就是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背景和我的 colleague 红色的背景，或者是 WhatsApp 就是我电话617-652-6600，我希望能够和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们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topic， 来帮助我们和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好的，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和我们这个 Helen 一块分享。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 Helen 做客我们的家庭栏目给大家做了分享。那么观众朋友们晚安， Helen 谢谢你，晚安。谢谢 Lisa。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